在这个用心陪伴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机会管理和控制好自身的情绪，为孩子带来良好的身教。我相信以爱和尊重为教学原理的宝宝游泳课程，不仅仅是让宝宝们爱上水，更是为父母和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起成长、共同进步的亲子互动机会。游泳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让我更了解小朋友其实有非常大的潜能，然后父母亲其实就是一个陪伴的角色，那当然搭配着游泳教练的专业，那其实小朋友可以做到非常多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一开始也是觉得这是最近很夯的一个活动，所以带小朋友来玩，然后一开始的话，那个爸爸就觉得说，哎，那可能是有一两次，觉得一两个学期是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可是我觉得时间拉长的话，在水中有更好的互动的亲子互动。那亲子互动，我可以觉得，可以建立彼此的信任感，然后还有在水中可以慢慢培养我们之间的默契。发现我宝宝以及带小朋友来游泳，是我可以送给我儿子从婴儿时期的第一份礼物。那在这份很好的礼物里面呢，我获得了另外一个礼物，就叫做坚持。其实这两年多来，我们请假的次数非常的少。那其实游泳跟学习任何的才艺跟技能是一样的，坚持、努力、不懈，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非常开心也很乐意的能够把婴幼儿游泳这个运动在台湾的广大家长当中来推广。那么现在我只想讲一点，就是宝宝都很爱水，请家长们一定要在水边看好宝宝，因为最好的防止溺水的方式就是他不离开你的视线。我们要 happy swimming， 大家一定要安全的 swimming。 欢迎您的宝宝成为幸福宝宝。